OK， 我们的最后一首《金车团舞》是我们的老音乐家写给我们的，我把它改编了。是谁写的呢？今天你要记住他的名字，也就是写我们的国歌的人，他叫大点声，谢谢聂耳写的。
谢谢姐姐。返场有没有？没有。没有你抽奖，别走，别走。好。感谢陈磊的精彩表演。感谢各位坚持到现在。感谢了极客中国的朋友，感谢文林，感谢玉音堂，感谢 Clever， 还有青岛格力票。请陈磊抽奖他的 CD。没中奖没关系，极客中国的朋友可以留下来。我发现极客中国的朋友都很内向，没有人找我。哎，我是极客中国的小兵。小兵，抽十个我念，然后中奖的大概，没中奖的极客中国的朋友也可以给奖。064073，十个一个。084029038033。086028030。